脚咧。诶，仔，姐，点啊？嚟，大哥，大哥。诶，好声好声。阿妈，点解会咁噶？冇事冇事啊。好彩咋，冇乜大碍。阿周啊，多得有你呢只表咧报警咋，我跌到晕咗，系你阿爸阿妈撞开道门入嚟救我噶。个医生讲啊，跌亲啊，就搞到嗰个心理不齐，之后你只表啊就响啦。阿周啊，呢只表立咗大功啊，救咗我条命。系咧，你个比赛点啊？喂，请问是不是叶舟啊？是啊。啊，恭喜你啊！这次在创业大赛上得了奖，虽然是第三名，但是你同时获得了入驻梦工厂的资格。那你这个成绩呢，是由比赛的全体嘉宾以及我们梦工厂事业部的综合评估之后的结果。明白。谢谢谢谢，谢谢谢谢。到时候见，到时候见。啊。阿仔啊，得未啊？啊，得未啊？嚟啦！齐晒咯，哦，冇漏嘢哦。喂，买咗你最中意嘅水果啊！阿蕉，呸 ，banana， 诶，苹果啊，平平安安，平平安安。阿妈啊，呢度过去深圳都唔使好耐，攞住咁多嘢抬手掹脚噶嘛。点同啫？深界果嚟嘅，你中意嘅。哦，仲有仲有，嗱，人出咗去，梗系要啲 cash 傍身噶啦。你哋叫咩话？投资呢个系妈咪入个股啊。放心啦，妈，我一定会成功嘅。嗯，梗系啦。我個仔喎，梗係成功啦，真係揸住揸住，一手蘋果，一手 banana， 好。睇車啊！啊！唔好隨便揾女朋友啊！带你熟悉下环境先啊！阿杰哥，你跟我说普通话就行了，我也可以多练习一下。啊，系啦，你普通话点乜咁好嘅？喺边度学噶？我上大学的时候，很多同学都是从内地来的，跟他们时间久了也就熟练了。对了，我上大学的时候还有同学是东北的，这个东北人一来，我们整个班都变成东北营了。东北营？那我跟你说普通话了啊。好，我们梦工厂全程为创业企业提供保姆式的服务。所有的入驻公司啊，我们都会全力帮助到的。申请办公室的租金减免，后面呢会有创业的资金资助。哎，对了，你现在住哪里？某天。我们这边有价格不错的人才公寓，回头给你申请。好啊。你看，模块化建筑。向主任，问题不大，情况我了解啊，咱们灵活处理。不，海哥最近忙，入驻企业特别多。好好。哎，杰哥，现在梦工厂有多少家企业入驻？目前是
280家。哦，你是第281家。嗯，那有哪些是海哥负责的？